嗨，不能放在这椅子上面，因为太近。嗨，我是雪兔，那今天呢？现在时间不早了，好棒哦！你们看不到时间，可是我看得到哦。那我们刚刚从公司回来，我们要来开这一个叫黑头终结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今天这个不是开箱啦，这个是邦尼，他一直很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拔黑头粉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我希望的，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讲过说你想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拔黑头粉刺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像是说我想要拔黑头粉刺。对，然后你说你想要一起拔，然后拍给我们看。然后上次我跟皮弟啊，就是去我们桃园美华泰那边，然后刚好看到这一盒特价，我们今天就来这边试一下它的效用。原始人就用钥匙破解吧。谁跟你原始人啊？我是啦，怎样？我看按摩、热敷、拔除，给大家看一贯的流程。你是第一次使用吗？没错，是的。那你之前应该有看过我用过吧？没有。你没看过我用过？我之前有买，你知道吗？也是网络上的那种说哦，好有效用的那一种。我用大概两三款吧。还有最恶质的就是什么，粘在鼻子上面，结果他就把那个我鼻子直接吸收的黑色的那精华，把鼻还有鼻子变黑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你的皮肤什么都会吸？先用第一剂按摩软化露，哎呀，他们才会软软的，然后你才可以把这个拔出来。该死。其实雪兔的那个黑头粉刺啊，其实不少。它是没有，不用。可是我觉得我刚刚很少。它就是按摩。我想再低一点。它是按摩。可是我刚刚真的超干，滴到我的手指上。不用到25分啊，他说只要按摩5分钟就好。可是他说要10到15分钟后才可以清洗。往前看。哦，他是说货可以怎样怎样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们用5分钟就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已经压完2到3分钟，并且也把它清洗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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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第三步骤，拔除。那我们要除这个黑拔膜啊，好，均匀的涂在我们的。然后看一下，好黑哦。这一些，他说他至少要像这样，对，差不多。各位来看一下，这是雪兔涂的，帮你涂把人中这边也涂满了。还跟我说要涂人中，超霸气的，你知道吗？人中。那我刚问你说要涂人中，你还回答我是。我下意识把人中抢在那，我想哦对，那个叫鼻梁、鼻翼、鼻骨，然后啊。对，对不起哦。然后我再看他像熊猫一样把整个鼻子全部都涂满，超智障。我不能涂人中哦，因为我这边有胡子，所以如果他连胡子一起拔了，我会痛死。我刚刚想说，人中涂在那，哎，不对哦，我这边有胡子，不能涂。好，那我们要等他。我又摸到了。你他妈找死啊！这一段我要剪掉。好，我们等静置他可以撕的时候。好啦，那现在时间呢已经过了不知道多久，这个终于干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是在学那个黄大千讲话。好啦，我撕下来。哒啦！可是我发现我拔的粉刺好少哦。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涂的不够厚哎。我问你 OK 吗？都是你啊，为什么人中也要贴啊？北西，哎，是谁的？好像有白一点点，好像是我的毛，不是我的粉刺。只不过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涂厚一点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我们现在再涂厚一点，那这真的人中真的很好笑。我们要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。我还没，哎呀，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阶段，叫做安抚。他说要用调理毛细孔紧致露，然后
反正就是把最后的第三剂涂抹在自己的鼻子上面，三剂。给你。啊！根本就是化妆水嘛，连味道都是化妆水。成功！今天呢，我们这一个黑头终结的哇，就拍到这边啦。那感觉我觉得没有非常的很有感，可能就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好像还些许的有一些错误。为什么没有像它这样子一粒一粒的？我们涂的有点薄，我们涂的有点薄，这实话讲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下次要涂更厚一点。嗯，那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一次的录影当中，我们学到了一课，毕竟是第一次使用嘛，好吧？下一次要拔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当做日常的 vlog 放在里面，届时你们就可以看到了，好不好？它帮你也不会化妆啦。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奇怪开箱见喽，各位晚安。